11月22日，华为官宣了 FreeBuds Pro 4耳机新品，此乃首款搭载 Harmony OS Next TWS 耳机，将于11月26日在华为 Mate 品牌盛典正式亮相。从海报来看 ，FreeBuds Pro 4采用入耳式设计，黑金配色，造型与上一代相近。在 Harmony OS Next 系统的助力下，其有望实现更多功能升级。华为 FreeBuds Pro 3于2023年9月发布，首发价1499元，搭载应用 Power 码的麒麟 A2 芯片，支持星闪连接核心技术和蓝牙技术，以及全新 O2HC 3.0 协议，实现了 1.5Mbps 的无损音频传输，带来超 CD 级无损音质体验。据了解 ，FreeBuds Pro 4或将支持 2.3Mbps 无损音质的音频传输标准，配合自研的华为 Sound 算法，进一步提升音质表现。在降噪方面，其采用全新记忆耳塞设计和深度降噪技术，还支持隐私通话模式。此外，该耳机将与小艺智能体系深度整合，具备语音指令操作、独立离线定位、面对面翻译和同声传译等功能。